不碰。涛哥哥，你在哪里？龙体无恙吗？让我看看你拿到了啥子宝贝，好哥哥，你自己看吧，全在我头上了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呢。那是啥子东西哟？轮胎修理工具，车都没有，这有啥用啊？丢了。还有这个扩建地雷，这都用不了呀，还要添加触发器，我哪会加什么触发器呀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谁会用啊？评论区教教我呗。大哥二哈，我们去哪里耍？啊，我看看。哎，这边上不就有个小村子吗？我想上那看看。好，我跟道理哦，哥哥。行吧，你跟吧，我走了。我比你快。有声音，好像是狼。保持安静。差不多了，快跑！还好没有追过来。瘦子，想活命就换个地方睡。咦，有个商店，正好又渴又饿的，进去看看有啥吃的。哟，点二二型号，正好配上我的猎枪呀，还有一双作战靴。Nice， 先给枪装弹。OK， 找点吃的。沙丁鱼、手套、番茄，再找找。哎，有自爆的声音。要找追我咯，哥哥。瘦子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搞定。没事吧，瘦子？炸到我咯，我包炸一下。你包你的，我也进来待会儿。这耳朵真尖呀，听到爆炸声全都来了。瘦子，你没事吧？小事，莫管我。我先帮你包扎一下吧。嗯，你确实没事儿，你就是肚子饿了。打完了吗，瘦子？你先休息吧，外面落单的交给我了。我肚子也饿了呢，先吃点东西。